事件中一定会起诉有关人士，又话发通知书嘅另一个目的系保障事主，等佢哋对意外仍然记忆犹新嘅时候，为到日后有机会被检控，及早考虑抗辩同调查事件过程。 到場之後好不滿，不斷質問警員等，因為兩個人只係等緊自己嚟到，先至未點餐。但係店員唔單止拒絕借出廁所，更加大。